哦，所以以前真正的港口不是在这里，这是、哦、以前没有这个中城嘛，有没有？哎，像这个国企这个地方啊，了解这个地方哦，它是等于说啊，了解抢滩，抢滩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第一关嘛，就是所有的都要在这里面进出，是了解了解。后来就是大城计划。哦，大城计划就是花了126,000万，哦，就把这个地方，这个所有这条路跟那个港都是海埔新生地，哦，包括这个渔港，这渔港是后来越做的，了解，这都填出来的，了解。嗯，对啊，像我岳父就是823那时候在金门的，他们也是在廖罗湾，都要在廖罗湾抢滩的。现在在九宫码头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直接靠跟他们。嗯，对。这个本来那个地方是放2艘军舰。嗯，那里面翻6艘非常快。哦，是是是。对，曾几何时，国共已经不打。对啊，是没有错。